係咁嘅，咁我之前係一個好重嘅感冒，咁差唔多喺6月嗰陣時開始嘅，咁翻返嚟我就揾個醫生醫啦，咁但係咧個越醫咧嗰個效果越差，我好痛苦啊，我痛苦到我話想我不如我翻天家啦，我受唔到，因為一個人有咁樣嚟病發，同埋嗰個病情都幾相當之辛苦痛苦，咁。我每日呼求神，但系好似冇回应咁，我唔知点做啊，咁 anyway 咁系啊，我觉得我去到绝境啦，我好惊啦，我好惶恐啦，咁我唔知点做啦，我已经好迷失啊，同埋好痛苦啊，咁我喺度呼求神，好绝望，好绝望嘅时候，咁即系我已经冇晒办法啦，咁寻日。我日头都仲系好辛苦，好唔舒服，咁我咪系啊，早上大概11点呢段时间，咁就上翻床休息啦。咁突然间，我觉得有一张好大张被啊，好似好重咁样嘅，咁样佢冚住我，盖住我，咁然后咧有啲好清新嘅空气围绕住我，即系佢好似按住我咁，你安稳啦，你安稳啦，咁系好重好重嘅。当但系唔时你系辛咪苦有嘅喎，祈祷啊？你当时系咪有祈祷啊？因为有时你同我祈祷嘅时候，我都有啲好似类似咁嘅感觉，咁我当时就即刻，但系我成晚都喺度祈祷，咁我就即刻我话我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咁样我呼求你啊，咁当我呼求得越多嘅时候咧，即系嗰个感应就越强烈咯。嗱，咁意思咧，即系话咧，你成晚其实都有祈紧祷嘅，咁然系啊，我后一咧上床系啊，系啊，系一路祈祷啊，系嘅，啊，几都瞓觉，几都瞓着咗。咁然后瞓着咗之后，感觉到好似将毡冚落你嗰度。瞓着咗冇，咁跟住系朝头早醒咗，我去食个早，即系食少少嘢啊。咁翻咁又你咁辛苦，你都冇嘢可以做啦，咁咪又走翻上床咯。咁呢件事系走翻上床，咁样我又喺度，即系系咯，呼求神啊，咁样咯，喺度即系喺度，有时都会喊啊，咁样。咁跟住神咧，即系我觉得即系有一样好重咁样包围住我，即系按落我嗰度咯。咁我伸两只手出嚟，咩嚟嘅？即系咁奇特嘅感觉。咁跟住嗰個重量咧，係壓住我兩隻手，但係重得嚟係唔辛苦咯。咁我就知道好似有啲好特別嘅事情發生緊咁樣咯。咁同埋嗰個當時嘅感覺係好平安嘅，即係俾到一種安慰同埋平安我咯。咁就按住我，即係你安穩你，安穩你咁嗰種感覺，咁我覺得就即係有一種好大嘅安慰同埋安全感咯。因为我已经个人已经即系忧虑到已经系好辛苦，我即系冇晒方法，唔知点做，咁不知所措嘅咁样，系琴日突然间发生，咁我都有少少唔知，唔可以话系完全系理解系咩回事，咁我今日咁亦都系咁啦，食完早餐咁个人唔舒服，你都系走翻上床啦咁其实嗰阵时系有个意念同我讲，你而家上床休息啦。咁我唉都冇咩做，咁就上床休息咯。咁一上床，同一个时间就有同一样有个临像，我就觉得呢啲唔系巧合咯，系神喺度作工，神喺度即系圣灵临在去安慰我，去俾力量我咯。咁跟住你就我话跟有啲住似我以前同你祈祷嗰种感受，系。系咪？系我伸一对手出去，咁我两个手掌咧系有一种重量压落嚟嘅，因为以牧师同我祈祷嘅时候，好几时都有一个临在嘅，有啲重量喺我两只手度，因为我通常都系伸起只手咁样嘅嘛。咁我尝试伸只手出嚟，我就感觉到有个重量喺度，好类似牧师同我祈祷，但系仲要重啲，同埋嗰个涵盖就仲要大啲，系我头啊，即系全身。除咗只腳之外，係好似一張好重嘅被冚落嚟，咁安穩，即係安穩住我咁樣咯。
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唔係咁啱，唔係一個巧合，因為係同一個時間，同埋即係有一個即係心靈嘅交通，佢叫我你上床啦，你休息，你瞓喺度啦咁。跟住有一個臨在咯，係臨在到咁我瞓喺度瞓咗成2個幾鐘頭，直至到我肚餓為止，我起身去整嘢食。咁跟住嗰人其實好，即一起身就辛苦啦，即嗰個辛苦就翻翻晒嚟。咁我跟住又好辛苦，咁跟住咧喺心裏有個話語同我講：你食完嘢啦，你出去散步，你出去行幾個圈。咁我呆咗，我連樓上行喺樓下，我都覺得咁辛苦，我煮少少嘢俾自己食，即手軟腳軟，我點樣去走出去行幾個圈啊？咁我話得㗎啦，你去啦，你信我，你去。咁我話好啦，我話既然應該係聖靈叫我做嘅咁。咁我話好啦，咁我真係走出去行，我係第一步，我好驚，即係因為即係病得太耐啦，咁即係好驚，好驚咁樣自己一個人走出去咁喺街度行喎，即係覺得自己無力噶嘛，又驚跌倒冇人理咁。咁我真係咁佢一路行，佢一路鼓勵我，佢又行一個圈，好，你行多個咁，我行多個，咁又行多個。咁啊，如果你得嘅話咧，就行3個圈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行咗3個圈咧，你就或者你攰啦，你就停落嚟翻屋企啦。咁佢話，咁我話，咁跟住即係佢用心靈感應同我講，你翻到咧，你會感覺得個人舒服啲嘅。咁我同埋希望你出去晒下太陽。跟住係啊，一路行咧，咁我屋企附近係公園嚟噶嘛，好多花草。佢話你睇下呢啲神嘅創造，你睇下神幾愛你。咁我所以我好感動啊！佢話。啲花花草草咁美麗，佢都係為你創造嘅。我咁愛我女兒，我咁愛世人所以我係與你同在嘅。你睇神嘅創造，你就會即係得到祝福咯，同埋得到力量咯。咁你抬頭望下太陽係温暖嘅，呢一切都係神賜俾你噶。咁樣咯，我好感動嗰段時間，我好感動。咁我感謝神，我一直感謝神，咁就不停咁即係呢啲意念係即係一路係持續啲意念出現嘅。係啊，我一路行一路出現咯，咁同埋我都會問問題咯。咁我話我但係點解要我受內苦？點解會揾到一個錯嘅醫生咧？導致到我呢幾個月喺度受咁多苦咧？咁佢話神係知道嘅，即係神有佢嘅時間咯。但係神唔會唔理你噶，神係愛你噶。咁我一路行，我話咁我點行落去啊？咁我會唔會好啊？佢話神與你同在，神醫治你啊！你要有信心啊！咁樣咯，係啊，咁又一路行，咁我話我會唔會跌低啊？你唔會跌低啊！我與你同在，我扶住你，你點會跌低啊？所以其實真係好多對話啊。我冇停過口，因為我好驚青嘅，我本身個人我好緊張嘅，即係我好精神緊張嘅人嚟嘅。咁只不過係咯，咁譬如我啲性格嚟嘅，咁同埋病咗咁即係好幾個月咧，即係個人已經。即係好憂慮啊，同埋好，即係好無所適從，我真係唔知點算。即係嗰種憂慮法咧，係唔知點樣同人哋解釋嘅嗰種因為你又受苦啦，又耐啦，你又揾唔到方法啦，咁你已經好似覺得個人好似去到好似好極，即係好去到好似好盡頭咁啊！但係又唔知點咁，我有時即係我祈禱同神講，你不如帶我走啦，要我咁樣受苦落去咁。我想走啦！我根本对呢个世界冇乜留恋咁。我啲仔女都大啦，我话你俾我上天家啦，只要同耶稣一齐，我就好开心，我好感恩啊！咁佢答我，佢话啲时间未到。即系 答你咁啊，系咁嘛？系啊，即系唔系即系讲出嚟，系个心灵感应意佢，你嘅念啊，时间有个未意念。到，意念有意念咁样。咁佢话你嘅时间未到啊！我话点解要我咁辛苦？咁佢话我即系佢就冇特别去解释，佢让我与你同在啦，让我与你同在就系咁样。但系你之前你话收个信息就话神要用你，系，系佢几讲时嘅噶？时系候，几时啊？我行到中间嗰段啦，即系咁今日，即系我今话日今日系今日嘅，今日系第二日有呢个临在。，OK，OK。咁我行到中间嘅时候咁。咁我話我神啊，咁我話我以後點樣行啊？我咁辛苦，我條路點行？我點樣即係我而家咁辛苦咁？
咁究竟会唔会好啊？我都好惊啊！咁佢就系话我与你同在，跟住行一行嘅时候咧，我将来咧要你去祝福人，你要祝福人咁样咯，即系好简单咁讲几个字，你要祝福人啊！咁我好，你叫我做乜我都做咁，我只要系咯，我一你为我铺路啦，咁我神我啊，你为我铺路啦，我咁你俾我指引咧咁。你叫我做乜，我都会去做嘅，咁系咯。咁即系神啦，即系神嘅恩典好特别啊！即系神同你讲嘢，带领你，安慰你，系。又肯定话俾你听，啊，你会好翻。我觉得系非常之特别，并且系呼召你去跟从佢。即同系埋呢佢个同我讲，你系啊，佢同我讲佢，你将来你要祝福一啲有苦难嘅人啊，咁。感谢主。嗱，譬感如谢我而主。家同你祈祷，你可以企喺度放松个人。你又留意下嗰個經歷同埋感受。嗱，我想再問翻你先。你話你之前瞓喺床嗰度，即係個身個手好似壓住落嚟啦，一種力量啦，同埋個身都係有啦，係咪？有幾長時間啊？有幾長時間有呢種力量降喺你身上？哇！成2个几钟头，直至到我真系好肚饿，要起身去食嘢咯。今日咁兩個但系幾鐘頭，好得意嘅，係。系啊，好得意。譬如我一起身嗰个力量就冇咗，即系中间我有人有 call 电话俾我，咁我要答，咁我拧转身咁样，就嗰个力量就冇咗，就好似平时即系你起身嗰种感觉咯。咁跟住我话，哎呀，我瞓翻喺度，跟住瞓翻喺度，慢慢佢又铺翻落嚟咁样咯，即系好似攞开咗，跟住又铺翻落嚟咁样咯，感謝神。特别啊，我唔吓，好特别啊。感謝主。咁尋日有幾耐啊？嗰個時間又都差唔多，因为我而家病到都做唔到啲咩咯，咁系啊，咁食完个早餐咪，我即系琴日系自己食完个早餐，咁冇咩可以做咯，个人又咁辛咁唔舒服，咁咪上床唞咯，咁但系今日系有个意念同我讲，你而家瞓喺张床嗰度啦，你而家上床啦，你瞓低啦，咁即系你唞下啦，咁跟住就。咁我话喺都冇乜嘢做啊，其实都系咯，咁喺嗰度病咁辛苦，感咁谢又神，上翻床唞感咯，谢神。咁跟住系第二次系今日发生，我就知道唔系巧合，唔系我自己幻想出嚟啦，咁样，系啊，我嘅病情即系嗰种拖延啊，嗰种痛苦咧，同埋嗰种不解咧，已经即系去到我已经唔知点样去承受啊，同埋已经觉得崩溃。咁我已經去到，即係有一種惶恐同埋好驚慌咁，同埋好不知所措，即係到嗰個地步咧，係真係承受唔到啦。我冇能力承受，同埋好痛苦，去到極度痛苦嘅時候，咁就正正喺尋日開始，神咧就個聖靈就係臨在去安慰我。咁、那個時間咧係好係好特別，係我真係。即系迟一日，或者我都即系我都已经系崩溃噶啦，我已经去到边，即系去崖边咁样啦，要跌落去噶啦咁样。咁神掌握嘅时间咧系有佢嘅时间，而又系啱啱好，佢就即系圣灵临在俾我安慰。即使我继续仲有即系少，仲有一啲又唔舒服都好，咁但系神话俾我知咧，我已经医治紧你啦，你即系唔远噶啦。你要有信心啊！你要感受到神对你嘅爱啊，同埋对你即系、就是、对你嘅医治啊！咁到即系、就是、好似今日我再一次有圣灵临在嘅时候，我就知道神喺度作工，我就好肯定神喺度作工，我就非常感恩。嗰种感恩同埋嗰种即系好难以形容啊！嗰种感恩好即系喺度最好大嘅一份礼物啊，比任何嘅礼物都贵重啊！即、就、系、是、神。即系送俾我呢样嘅礼物，送俾我呢个恩赐同埋医治，我系非常非常非常感恩。感谢神，嗯，荣耀归俾感谢主，神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嗱，你而家感谢企神，身放松嘅人，个心里面咧尽哇！量咩烦恼都放低晒，即系话神会咁同我沟通，又令到我舒服。咁咧，即系神系咁真实啊！即系先你话觉得好似有样，好似将煎有种压力，有种力量，又系但啊，系舒服，但系舒服嘅压落嚟，系同啊，埋好有安种。稳啊，系啦，同埋一种系清啊，新好空气嘅感觉啊嘛，系咪？喺个面上边游嚟游去，一种清新嘅空气咯。
OK，好。嗱，呢一陣你放鬆晒個人，相信神一定祝福你，神愛緊你。咁你就企喺度放鬆嘅人嚇。咁我而家同你祈禱，求神再一次臨在你身上，你都學到點樣用個心靈祈禱啦。咁你隨時可以更加經歷神啦。OK，好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歡迎你，歡迎你，耶穌，我哋需要你。耶穌，你真好啊！你係生命嘅主宰，我哋嘅生命喺你手中。你创造我哋嘅生命，你坚固我哋嘅生命，你赐力量俾我哋生命，你更新我哋嘅生命，赐俾我哋永生。我哋多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系最美善嘅。我多谢你啊，将呢啲经历啦带俾 Phoebe，同佢沟通，去一路安慰佢、鼓励佢、加力俾佢，亦都让佢经历到圣灵嘅临在嗰种平稳安静嗰种力量啊，嗰种轻省舒服。多谢主啊！多谢主，你真系好奇妙，我哋欢喜你嗱，我哋个心里面都欢喜神啊！神啊，你真系好啊！我以神为乐，以耶和为乐，神就将我哋心里所求嘅赐俾我哋。以耶和为乐，神就叫我哋成价地嘅高处，我哋有神就开心快活，我哋就轻轻松松，因为神一定照顾我哋嘅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神你真好啊！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嗱，你都可以跟住我唱嘅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。多谢耶稣，嗱，你好似将啲重担吹出嚟咁啊！哈利路亚，好似将啲重担叫晒出嚟咁样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同我哋一齐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同我哋一齐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陪住我哋，我哋就欢喜神啊！我哋就欢喜神，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神，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好啊！我哋欢迎你，我哋欢迎你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主耶稣爱我，爱我。主耶稣，耶稣爱我，耶稣。主耶稣爱我，有圣灵告诉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安慰我。主耶稣安慰我，安慰我，有圣灵告诉我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你一路爱住我哋，关心我哋，主啊，多谢你临在喺我哋身上，临在喺 Phoebe 身上，祝福佢，求主加力俾佢，更新佢，医治佢，赐俾佢力量，赐俾佢动力，帮助佢重新得力。叫他如鹰展翅上腾，叫他满有能力，乜嘢都唔惊，乜嘢都唔惧怕，有信心靠住耶稣，因为神一定照顾嘅，神应许我哋放心，神做事我哋放心，我哋就好放心继续行呢条路，神一定大大使用 Phoebe 嘅，使用每一个信靠主嘅人嘅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。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帮我哋开开心心，哈哈哈哈哈。
哈哈，哈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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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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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多谢主啊，求主临在我哋身上，求主医治 Phoebe，医治佢，祝福佢，叫佢轻省、喜乐、平安，加力俾佢。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，哈利阿路门，亚。哈利路亚。嗱，好啦，呢一阵祈祷，你有冇任何嘅经历或者感受啊？隻手有啲重，但唔系好似我琴日咁重，个OK，人喺度摇嚟摇去，摇嚟摇去咁样咯。嗱呢个都系系圣啊。灵临在，因为圣经讲到约翰同埋扫罗见到荣耀嘅主，即刻就跌咗喺地下啦。咁未咁强烈嘅时候就会摇动咯。个心灵咧，心灵觉得点啊？心灵我都系仰望神咯，跟住你唱歌，系咯，系啊，咁有冇觉得啊。轻省啊、舒服啊、平安啊？舒服，即系唱歌，尤其是唱歌嗰段时间咧，觉得特别平安。感谢神，感谢主。个身感体谢咧，觉主。得点啊？身体即系你本身，你本来唔舒服噶嘛，但系而家个身体觉得系点啊？啊。其实你打电话俾我嗰阵时，我开始有啲即系好攰，因为夜啊嘛，咁个人开始又开始虚脱啦，咁样，因为始终我喺度病啊嘛。咁呢个时候我就哎呀，快啲冲好凉，上床摊喺度算啦，即系俾自己休息。咁啱啱你打嚟俾我嘅时候，你同我而家即系而家呢一段经历咧，咁我又好似又冇咁呕啦，冇咁晕啦，同埋好似有力咗咁样咯。感谢主，荣耀归俾主啊！咁所以希望你继感续谢亲神。近神，神咁样同你亲近呢，你成日上亲床呢，或者平日都好，成日中意神，欢喜神，系。咁神呢，又多啲时间等候神啊，即系一路谂住耶稣，一路中意耶稣，或者谂一啲经文，谂一啲圣经嘅应许，一路谂住耶稣，欢喜耶稣，咁耶稣同你沟通呢，你又去同佢沟通，你又回应佢，咁你就留意下呢啲沟通有冇加强。同埋帶領你，咁咧你就會提升啦，一路提升啦。多謝主，多系啊，咁葉牧師就係同我祈禱咗之後咧，本來我呢個時候喺呢一邊咧瞓覺嘅時候嘅，咁同埋我因為我而家仲病緊啊，咁到即係我唔可以起身咁樣走動咁耐，咁我已經覺得好唔舒服啦，咁啊走去嚇，我諗住走去休息啦，咁跟葉牧師打電話俾我，跟住我哋祈禱完之後咧，我係個人即刻精神翻嘅，即係冇以。冇，本來之前我諗咗係好攰啊，個人又暈暈地啊，又弱弱地啊，咁樣係啊，咁好似冇力啊，咁樣軟晒啦，咁啊快啲上床瞓覺啦，咁啱啱葉牧師打嚟同佢傾咗係呢一段對話啦，咁之後為我祈禱，咁我感覺又精神咗，又好翻好多，好似有力咁感谢樣，係啊，主，感謝神，荣耀归俾主，感謝主。多谢主。